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破。然后我们今天玩的是叫做《追踪蛋九号》。然后他写的，因为他是日文游戏嘛，所以他当然是写的是日文。我在讲什么废话？那总而言之呢，这也是那种就是以前玩的一些小游戏。果然我就是一个喜欢玩小游戏的奇怪的人。然后呢，他的那个操作方式还算蛮简单的，就是你可以透过上下左右键来进行操控，然后你的 Z、X 跟 S 好像是中段，然后 Z 的话就是你的什么确定键啊什么的，还有就是那个X 是什么我也忘记了，因为 X 没什么用。然后简单讲，就是 Z 就是负责做它的攻击模式，它的攻击模式呢就是。就看就知道吧。我们直接按开始，它的 OK 就是按 Z， 然后把我的东西放旁边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那个东西也怪怪的。它的攻击模式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哎呦！透过我们的这个旁边奇怪的圆圈，然后进行锁定敌人的目标，然后发射我们的导追踪弹，然后我刚被攻击。一手残被攻击到啊！不！然后你可以看到旁边就是我们的血量，我们所剩不多的血量。东西不够多，我去吸取更多的细胞什么的。我刚闪过了。老实说，这游戏它的逃脱模式有点让我无法理解。可以看到就有时候可以闪得开，然后有时候闪得快点啊，走。哦，好像有一小段的无敌时间吧，也许是有无敌时间的存在，我不是很确定的，因为他这个东西说实在话，他的判定标准也怪怪的，可是这不影响他是个好游戏，我看忘记了。哇，中了啊！成交，起立啊！逆风啊！不行，再被打一，再给打一个我就挂。呜！他这个很像细胞战争什么，太刺激了，让人家受不了。啊，又那个，No！去不停的吃细胞来维持我们的生命，要不然的话死掉是家常便饭，爆炸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的留言画面，也没有什么好留言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打一场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有点像怎么讲，就是一直被攻击的一种游戏，一直被攻击的一种紧张感也很足的游戏，又是那种。又是那个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东西刚开始一开始不给，被打到了，为什么？不理解。其实总的来说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款游戏，简单可是好玩。游戏不一定要什么精致啊，什么东西的，那反而会让你的 CPU 完全无法动弹。不要在我说话的时候攻击我，消灭你们。躲，吃东西喽。老实说，这个到三格满之后就也就没有吃的必要了。照打的，小危险，哎呀，而且啊，习惯就比较会闪，对，比较会闪，看我闪避大法，哇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机动性。闪开了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继续闪，保持你的机动性。
快，嗯，啊，瞬间补满，啊，没有没有补满，瞬间补了一口血，这就像在我玩什么闪躲，叫什么躲避球啊，什么东西，你就闪一堆球的感觉。哇，现在。爆炸！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所以我决定再玩一次。目前我觉得我刚刚的成绩比现在还要少，而且我刚才差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左上角那个地方，就是还有 level， 然后我们还有吃的就是细胞数量，就是可以让我们一直补血的关键。然后呢，就现在是 level 5嘛，希望我们下一次可以到达更高的成绩。什么鬼？再来一次 ，Final Round Fight。刚开始就会有个坑爹的地方吗？我不是被东西坑到，我是被自己坑到。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你们都有份，补血回来了，他那个是不是有增加我的范围？好像有，不确定。这么紧凑的游戏，谁晓得？反正吃就对了，吃了才是王道。中弹了。跑！尽量达到我的那个效益最大化。你他妈这也没办法，太大，他们刚太难缠了。不行！这跟刚刚差不多的成绩啊。算了，总而言之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。反正这东西嘛，这只是个游戏嘛，反正好玩就好。然后这个游戏应该就到这里差不多了，因为它的游戏方式就很简单，然后它其实也是有提供那个，这是网页游戏，可是它同时有提供就是可以下载，就是那个 ESE 档跟 SWF 档，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在游玩，就是想要可以直接下载，然后离线的时候可以直接点开档案那边游玩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游戏就这样子咯，然后希望各位会喜欢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